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魂之歌游戏解说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街霸二 C 的高手对决，来自一批温州 A 欢对二 B 温州长城啊，温州帮的一个对抗。来看看 A 欢的警察啊，为什么选择绿帽子呢？长城还是选择了塔尔西姆啊，印度长手。塔尔西姆正在被堵到板边，要进行一个压制，哎，抢抓成功。坎巴海尔，我们当年管他叫坎巴海尔啊。其实他这个发音是 Yoga Fire 啊，也是瑜伽火焰啊，直译过来就是瑜伽之火。好吧，现在轮到他把绿帽子警察打晕 ，A 欢要遭空血，塔尔西姆有没有机会警察？好的，下段一腿踹倒，很惊险啊，很惊险。如果再被塔尔西姆压制的话，那这就真的要凉。滑铲一包。中了一个剪刀脚，这个为什么？刚刚不知道是卡了，怎么回事？完全没有防守啊！剪刀脚压制，又是被抢抓了。那塔尔西姆的这个抢抓还是比较快的，继续发波，压制板边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复火之后还想抓，又是一个枪杀。哎呀，中电拳，空血了，怎么办？防不住了。结果是 A 欢啊，直落两句带走程程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